的开放了。在生我的这个前夕呢，就是二方面军打了一系列的这个胜仗，所以都非常高兴，就说呢这个打了胜仗，所以呢要取，就是要给孩子取一个名字，取一个这个军人骄傲的名字，所以呢捷呢是捷报频传，就是胜利了，就是又加上我的姓，祝贺胜利时候生的，所以就很容易记住，所以我一辈子呢只有这一个名字，就是杰森，所以我自己也很骄傲。不出贺龙的预料，红军连连告捷，老蒋慌了手脚，急调重兵回师湘中。此时贺龙的战略思想又进一步升华了，他认为不必急于甩掉敌人，而应该把东渡滋水的声势造得更足，拖着敌人兜个大圈子，只拖得他人困马乏，再转进贵州。于是红二六军团甩开大步，连日急进，牵着穷追不舍的大批敌军长驱向东南，然后突然掉头转向西北，昼夜兼程，穿过高寒山区，把数路追兵远远甩在后面，在贵州石阡地区安安稳稳地迎来了公元1936年。我们这个部队有个特点，有个什么特点呢？会走路，一天呢走170里路，吃早饭出发，到晚下午收营，要走150-170里路，还要打双草鞋吃饭。故乡穿上草鞋走路飞，千山河水荡平道，革命战士奔跑。就是靠了这一双双草鞋，红二六军团才从突围时的险境转为节节胜利，战争的主动权才开始控制在自己手中。由于石阡地区地基民贫，严重缺粮，同时地形又不利于我军打运动战，红二六军团决定一向黔西必截一线。此前贺龙指挥部队时东时西，又一次调动疲于奔命的大批敌军，老老实实地按照我们的战略设想行动。红军在黔西一带不仅得到了长征出发以来第一次较大的休整，还红红火火地创建了川滇黔省苏维埃政权，更加激怒了国民党政府。蒋介石亲临贵阳，部署了120个团的兵力围剿红二六军团。与此同时，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主动撤离毕节，转入天寒地冻、渺无人迹的乌蒙山区，开始书写长征中的第二个神来之笔。后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，毛泽东曾说，你们在乌蒙山里打转转，不要说敌人，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。就这样，贺龙率领10000多名饥寒交迫的红军，在气候恶劣的崇山峻岭和多路追兵的围追堵截中，进行了历时1个月的回旋作战，期间又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了一个回马枪，几乎生俘敌军的纵队司令。红军战士的英勇善战与贺龙出神入化的指挥艺术的完美结合，把红二六军团长征史上的第二个神来之笔挥洒得更加淋漓酣畅。
走向了最精彩的尾声。1936年3月15日，根据贺龙的命令，所属各部任贤梅、马国提不恋战，突然从合围敌军的结合部冲出重围，把十几万势在必得的敌军远远地抛在大山之中。而历尽艰险仍保持着完整建制的红二六军团则日夜兼程，直插云南东部。此时红二六军团决定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，由于前有拦截后有追兵，渡江之路困难重重，贺龙突然指挥部队掉头南下，直逼昆明。先头部队甚至前出到距昆明近15公里处，完全是一副攻打昆明的架势。坐镇昆明的钦差大臣连连急电南京求救，固守江防的滇军主力星夜回援，敌军又一次乖乖地按照贺龙的指挥行动了。敌人急如星火地赶向昆明，贺龙却率领红军从容地分兵西去，以日行百里的速度势如破竹横扫滇西，几乎每天攻占一座县城。丰厚的缴获、充足的给养、兵员的补充，使长征以来的红二六军团空前的兵强马壮、士气高昂，一路披靡地直抵石鼓渡口。等敌人回过神来，红二六军团17000人马已全部从容不迫地渡过了激流汹涌的金沙江。这就是贺龙在长征中第三次泼墨书写的神来之笔，也是他军事指挥艺术的最完美的体现。蒋介石绞杀红二六军团于金沙江畔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，一路横越湘鄂川黔滇的红色勇士们顺利地进入了康藏高原。此时在前面等待他们的是连绵的大雪山和无边的水草地。我在唱呢，我说这个苏龙山到龙山，上到山上啊不能停。何老总说啊，上到山上赶快往下走，不然的话会有危险。我正在讲呢，何老总过来了看我在说话，他说：“哎，讲得好，啊，就要这样鼓励我们的，红军战士，坚决翻过这座大雪山。”过了雪山我们就胜利。60年过去了，时至今日，我们一谈起长征这个令人激动的话题，脑海里浮现的总是红军战士们爬雪山过草地的情景。在那艰险而壮烈的伟大远征中，雪山草地确实是我们付出重大牺牲的所在。无数在枪林弹雨里九死一生的勇士，在无情的大自然面前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虽然翻雪山呢，这个氧气特别少，到了山上啊喘着不过气，又走不动的，何老总嘴里喊：“拉动我的马尾巴，你们上！”还是有了这个何老总这个号召，大家鼓起这个勇气，一下子一天就翻过来了，翻过了这个雪山，一直我们就走到以后就到了甘孜，从这个四方面军会合。在展示了上下数千年中国军事史的军事博物馆里，有这么一面写着兴盛番族字样的锦旗，落款人正是贺龙。这面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一腔真诚的锦旗，是当年贺龙赠送给中甸归化寺的喇嘛们的。
1936年5月，红二六军团越过海拔5000多米的大雪山，集结在中甸一带，准备再次休整并筹集继续北上所必需的粮食等物品。对红军来说，藏区的一切都是陌生的，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，当地的藏民对红军怀有深深的恐惧。桂化寺这座当地真正的统治中心的喇嘛们更是抱着深深的敌意。一场空前特殊的战斗出现在红二六军团全体指战员的面前。面对崭新的课题，贺龙、任弼时、关向英要求各部队严格执行并深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。贺龙还亲赴桂化寺拜访活佛，终于以活生生的事实感动了藏族民众，取得了喇嘛们的理解和支持。在桂化寺的帮助下，仅仅2天，红军便筹集到10万斤的粮食，重又踏上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漫长征途。我们追寻着红军的足迹，来到了地广人稀的康藏高原。我们只能凭借想象，体会当年红军长途跋涉的艰辛。1936年5月5日，红二六军团分兵两路离开中甸，贺龙与任弼时、关向英率领作为左纵队的红二军团，经德荣、巴塘一线向甘孜进发。2个月后，经打火沟进入甘孜以西的荣巴岔，与红四方面军第30军会合。就是红军的衣服啊，全部刮烂完了，刮烂完了以后呢，就是弄到这一节以后呢，老乡觉得有些老乡觉得红军太仗义了啊，就有些就是给一点水啊，这些就比如是泼了那些，因为当时没得油，没得油以后呢，这个牛奶给它挤下来的那个水油呢，打出来水给他们擦一擦。自然，这些关于红军的故事，都是从老辈人那里流传下来的。我们在当地区委书记的引导下，来到了一位97岁的藏族老人家里，试图从他这里得到关于红军的只言片语的回忆。我是杀了红军，我们这个一天的干了个啥的事情？大伙儿的这个家，大伙儿的去了。哦，嗯，你得对，红军就是这么样子的事情。这座迄今全县人口不过数万的高原小城，因为公元1336年夏天的一次伟大的会师而从此名传天下。当时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到达了抗日前哨阵地陕甘根据地，所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甘孜会师，实际上已经向世人宣告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：长征的最后胜利已经是指日可待了。这个地方是甘孜县县城孔沙大楼，1936年二四方面军会师的会师地点，在这个地方呢召开了会师大会。当时二方面军就是贺龙领导的二六军团从云南的中甸出发，他们历尽艰辛，1936年的6月30号到达甘孜县的这个荣巴岔，7月2号到达了甘孜县城，实现了军事文明的
长征途中二十方面军会师甘子城，会师以后，挥手身后的漫漫征途，每一个长征的亲历者心中都永久地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甘孜这座此时还默默无闻的小城，在他们眼里一定是最亲切最美丽的一道风景。